而家年满十八岁嘅人士，如果已完成接种四剂疫苗超过半年，可以预约接种第五剂新冠疫苗啦。已经打咗第三剂同曾受感染嘅成年康复人士，可以在完成最后一次接种或康复满六个月之后，选择接种额外一剂疫苗以加强保护。至于十八岁或以上免疫力弱的人士，隔三个月就可以接种。另外，政府已经安排外展医护团队去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为院友接种。除了伏必泰二价疫苗外，院舍院友亦都可以揀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原始病毒株疫苗作为第三、第四或者第五剂疫苗。疫苗的保护力会随时间减退，未接种适当剂量的市民，尤其是高风险人士，应该尽快行动打齐针保护自己。